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。今天要介绍的是《明皇丹音》。《明皇丹音》初登场于《神魔至尊传》第六幕亘古魂幡，也是仙羽超初登场的那一幕。而在《神魔至尊传》中，他被变为魔人的阴千阳，以黑血魔炉之符控制，成为四血之一。天赋的部分。六星的情况之下，其他友方在自身相邻三格内发起对战，则为其施加极一二的效果，持续三回合，每回合限定一次。而极一二的效果是所有伤害加 20%。行动结束时，在自己身边召唤一个守卫灵勇，间隔三回合。若守卫灵勇存活，则不会召唤。守卫灵勇气血属性继承召唤者最大气血的 100%， 其余属性继承召唤者对应属性的 70%。五内建议。灵运石足够的玩家可以这样点中路必点，接着走上路点到40级的九怨化力，然后再点下路拿噬魂之玉，因为打 PVP 可以用噬魂之玉，这招群体范围禁疗的效果。如果灵运石不够的玩家就直接走上路就好了。魂石建议白眼一魔，三枚的效果造成伤害后 40% 的几率对目标施加一个随机有害状态妖术师，每当使用伤害绝学 50% 的几率使该绝学冷却时间减二，两种都不错，就看要打什么光卡而去决定。那 PVP 我会带白眼翼魔，技能与魂石搭配。推图我会带魂石、白眼翼魔或是妖术师都行。技能血肉强化、名幻之阵、激怒，血肉强化必带，要给队友提高物攻、法攻、物防，并持续三回合所用。名幻主要用来降低对手的法防。PVP 或 PVE 魂石可以带白眼翼魔，个人建议带上 AOE 技能比较好，因为要一次性给对方上满 debuff 的效果，就是搞当水流打法。技能的话，血肉强化、灭魂大法或噬魂之玉加九月化力。带灭魂大法是要让对方中封咒的效果，让对方无法释放绝学两回合。总之呢，明皇丹音对我来说就是用来辅助用的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要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。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影片。